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口诀？基隆市长林佑昌先考考小朋友还记不记得洗手口诀，随后跟小朋友一起洗手实际操作一遍。内，好，然后呢，外，夹，中，大，然后立，是不是这样子？还有人手腕，手腕，好，好棒哦。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升温，林佑昌特别到仁爱国小附设幼儿园宣导小朋友落实洗手口诀以及用餐使用透明隔板等防疫措施，也希望小朋友能成为防疫小尖兵，提醒家长做好防疫工作。特别来到我们的幼儿园跟大班的这些孩子们一起来洗手，然后来把之前所谓的我们洗手的这些个口诀来做复习。那我们小朋友都很厉害，他们都非常的清楚，做得也非常的好跟彻底。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防疫的小尖兵，那我也请我们的小朋友们回去要跟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来提醒哦，防疫的工作绝对不能松懈跟轻忽。消防也证实已经取消及延后多项户外教学活动，同时加强防疫措施。疾管局的新闻有让学校整个在防疫的部分呢，又把它做了一个升级，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早上也刚开过我们校内的一个防疫会议。那除了维持原来的防疫措施，还有取消一些可能比较群众容易有感染风险的活动全数取消以外，我们就是再次加强学生跟家长的一些防疫的一些必备的一些知识跟要养成的一个良好的防疫的一个行为的部分，再做加强性的宣导，然后做持续性的一个追踪。除了进行基隆火车站、南站等人潮聚集处消毒工作，林佑昌也已经要求市政府各局处做好异地及分组办公准备，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我们也要求在今天下午所有的市府的局处要完成异地办公以及分组办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准备，我们要做最好的一个准备，也必须要做最坏的一个打算。林佑昌强调，北北基是生活在同一个生活圈，在这一场防疫战争中，每一个人都是防疫战士，呼吁市民做好个人防疫工作，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别人，一起团结对抗疫情的威胁。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